大家过年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，但是有不少的独居老人甲家属离户，无法度享受家庭温暖过好年。中华关医院供应水火的服务团队，伫日到暝前特别准备白米、烟肠、腊肉分送给花坛乡200多户的家属离户甲独居老人，让伊买当享受过年欢乐的气氛。关于员工黄水花翁仔某表示，伊少年的时阵生活困苦，常常接受真侪人的帮忙佮关心。伫因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阵，就无时无刻以饮水思源感恩的心情，常常来帮助别人。除了临时的急难救助以外，逐年拢会伫年节进前来举办寒冬送暖的爱心慰问活动。这项活动已经做几啊年啊，互六岁朋友逐年拢会当快乐过好年。毋是有想。是为着咱乡亲时代吼，诶，继续留好甲独居老人吼。每一年我拢会去想着讲吼，咱有即碗接小人食，啊，别人无通食的时阵要安怎？我吼，这是我办过来十年啊，吼啊，这时代，互因共款过一个好年。啊，拜托咱的媒体先生来遮录的，毋是讲我要炫耀。讲在继续如何？我是要咱地方人士，大家有共同一致吼，伫这个过年过节，大家来关心咱弱势家庭，会当甲因帮忙，互因有一个平常，甲大家同款过一个好年，安尼会起因吼啊，会当感谢讲吼，过去这时代，甲我帮忙真济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我就甲恁借这机会，甲恁说一个多谢。为着要延续服务，伫最近这几年，联谊的后生嘛加入关怀行列。我本身是咱花坛吼在地的子弟啦吼，啊，因为对细汉，阮爸爸妈妈吼，就教阮讲咱来服务啊吼，啊奉献吼咱在地的乡亲，啊，所以咱对1998年吼，咱等于读册啊去病院实习，回来了，咱就回来花坛开业。啊，对，98年了后，咱就一直想讲吼，咱除了讲会使服务着在地乡亲，啊，佫会使对咱在地乡亲做甚物种的贡献，所以咱就配合着阮妈妈的关怀员工聚会吼，逐年的年尾，阮拢会办着一个对咱乡内跩低收入户，啊，也是讲家境较困苦的一挂民众吼，咱来发放一挂物资，互跩民众吼会当过一个好年。在经济无景气的即马，弱势朋友更是需要大家的关心。相信有大家正义收听，会当让社会更加和谐、更加进步。新中华新闻白明林花坛采访报道。